画面煞是好看。小鹿，小鹿快要肿出来啊！好害羞啊！富邦这边怎么三个看起来像未成年？哎，对呀，像那个幼稚园啦啦队。警察力检，警察力检，对呀，自己介绍一下自己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富邦 Angels 的慈妹。Angels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富邦 Angels 的丹丹。要加 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富邦 Angels 的奶昔。哦，重点是 Angels， 没有当中慈妹乡音比较重，我是 Angels 的慈妹。Angels， 有吗？有吗？你们富邦拉拉队不是有七个吗？七个，七仙女，六个，哦，七矮人吧？他们算小只嘛？刚好这三个刚好都是，都不能太高，有高的，有高的，今天没来，高的没来，高的高的在温迪那里，是，他们真的很高，这边哦，看起来他们你们是比较成团最久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从拉米狗开始到现在，一看就知道岁月哈会流逝。什么意思？不要讲这种话，什么话？来，介绍自己，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Love Ten Girls。Hello， 我是琳达林蛋，我是曲艺，我是云溪，我们要加 S。Love Ten Girls， 来这边云豹女，云豹电豹女，电豹女，现在最红的就是这一对。哦，真的哈。对对。哎呦，听说 Wendy 就是那一位哦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！现在重获新生。对。恭喜你，恭喜你。现在多漂亮。对啊。对，你那时候觉得好卡到音不好。要修的，真的要跟孙生，还不如跟孙中山。不能这样比喻啦，是我们国父嘛，对不对？比一下，前景一片看好，好不好？炸裂吴宗宪，一起炸裂吴宗宪。七爷柠檬，我是八爷慈妹，我们是富邦七爷八爷。哈，
最萌身高差了，最萌身高差了，再来这一对应该。不是说好都发人类吗？我们还是要顾一些女性的收视组，对对对，来收回来，收回来，确定有顾到，只要有人出事，就有我们的事，我们是大热门应援团。有人出事，他们就会来帮，就不能来露营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。对啊，有人出事应该是走白云呐。对对对，还是方正走跟鲶鱼要来哦，欢迎两位，好加油了哈，热门应援团，应援团啦，对，随口随到，好，哎，欢迎他们两位。千孔梦想家，恭喜梦想家得分啦！这你们的队服是这样，对，我们的队服很爆哎，很紧哎，对啊，真的连屁股都很紧的。等一下，能够让他说很紧，那真的很紧，你这一套才紧呢。很紧哦。好，再来是我们这一对龙，钢铁俏双娇，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各位雄亲们，打给贺，我们是钢铁俏双娇。偷拍，厉害啊！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不错，好来，欢迎两位，预备 ，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蒂，我是李元，我们是 PS 地缘战略。我飞对的，我飞，这算分了，对啦。我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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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哎呦，我飞也算对了，算对了，我飞，我飞。那我们跳一支舞给你。哎，好好。来，一步一步往前进，来 ，one two three go。你歌艺怎么样？我歌艺还好，但是我可以唱可爱的歌。可爱的歌，好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可以。阿斌老师帮你伴奏，请起立。起立吗？预备。四叶草的好想你。好啊。哎呦，哇，还点歌啊！众生要谁点歌啊？还点歌？这样子啊？要不要再唱？19岁而已，19岁而已。我问一下那个阿斌老师，阿斌老师那是啊？可以吗？不行，可以吗？他只会弹那个冬虫夏草的那个。好了，四月草，四月草，给你来一下啊哈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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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，好想。我以前都以为只有屋顶那一首歌会一直转 key， 升升降降升升降，琼尼他同一首歌用16个 key 才，真的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这是高级的唱法。到乐队老师怀疑人生啊，是不是自己弹错了？好，得分得分，好，嘴博，好，嘴博。哇哇，学姐，哎呦，学姐发疯了啦！学姐 crazy 的啦，拼了啦！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I will forever be true.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you got your girl feeling good.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you understood.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I value what you say. Not only are you loyal, you're patient with me, babe.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I really care about your heart.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I hate being apart. Show you.
your shoulder till you're through with me. I wanna keep it how it is, so you can never say how it used to be.老的老啊，赶快我了，哎呦，哎，曲艺嘛，曲艺嘛，曲艺，哎，曲艺曲哦哦，哇，好健康啊，哎呦，林小璐来喽，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哇。肿出来啊，好害羞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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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富邦 Angel 跟我们 Locktain Girl 他们只是一个比赛，现场搞得那么血腥，血淋淋，哎，那个火药味完全呛到鼻孔了。有有有，我真的很不忍直视哎。小鹿打得不错，小鹿快要撞出来了。学姐真的有学姐的两把刷子，有那个霸气，人家能在这个行当里面闯荡，一定有他那么道理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啊，任全美有机会吗？挑战有没有吓到？有没有吓到？很性感啦，但是学姐好像有点累了。全美也有，真会造次。来，两位，这边技术犯规了，技术犯规了。亲爱的全美，冲出来！对，整个队伍出场了，去了中场里面负责搬便当的就这两位学姐，对他们尊敬一点。对，真的看起来厉害。弹出来，对，真的很棒。是全美也来了，全美代表他们也来表演的是百变小兔兔。
这种是 high power 的，天哪！哎，这个跳起来啊，要很用力，很累很累的，对呀，可以可爱又可以性感，又有力。哎，看你平常蛮斯文哦，跳起来狂野啊！啊，练这支舞，好酷，好酷啊！真的练到哭。为什么？那为什么现场还跳错呢？哎呀！这是因为跳错才会哭啊！谦哥是不爱跳，不是不会跳。好，我个人的标准是这样：为什么跳起舞来香汗淋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把流汗、开心这种事情留在有用的地方呢？炸裂吴宗宪，比如说打球，打球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一组对不对？嗯嗯，我觉得可能他们有受到场地的一个限制，对，所以他们坐起来有一点虚虚的，对对对，怕会跌倒。人家是华丽转身，他们是华丽交转身哦。然后刚刚那个有没有朝天？就是要一个鹞子地蹦地蹦，对，谁是你的？哎，你是技术人员，你各种地蹦技术，你地蹦变头转。对，我还以为你是要跳 breaking， 我刚刚是要往后翻一个，可是地板很滑，我整个直接敲到头。这个有办法再试一个，我们看要不要再挑战看看啊？可是地板好危险，这有点好危险，很危险。我刚刚彩排都没有失误，结果今天太滑哦，对的，人就这样嘛，练习收第一名。对，但是还是要继续跳。他叠完之后还是很漂亮，还是要继续跳，还是美的。对对，你说大头很漂亮。对，你捏那个用，你那个头哦，刚刚没有办法跳起来，然后撸过去，很像推土机。我讲着练，我还要说他叫推土机。今天他那一撸过来以后，他还撩头发，很细。处理有稳住了，有稳住，这个有加分，这个有稳住，加分加。人体拔萝卜，人体拔萝卜，手勾手躺下，手全被拔开时，停止计时，时间最短获胜。好的，现在这个全力已经先躺好了，有没有？而且他盘根错节，有没有？环环相扣，画面煞是好看。是啊，好看，好看，确实。很巧有这种机会互看，对不对？
唐泽的 Yuri， 你好，你好，有东西吗？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感觉还可以吗？现在觉得蛮舒服。哎，你有腹肌耶！哦，对对对，马甲线，是马甲线，是是。恐怕太近了，哦，这边要交付费。OK， 好，来，那我们这边呢，派出两位学姐阿布，还有我们的卡卡，两位是他们里面的滚动级的人物。太可怕，而且阿布要登场前，他去拿他的面具，他是打摔跤的。选手好，计时。4分15秒，这是最漫长的4分15秒。来，轮到攻守交替。来，好的，挑战4分15秒，两位学妹，好吧，当仁不让，派出若彤，还有我们的红，还没有，
搔痒搔痒搔痒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同学，你的尖叫声呢？东东的腿已经被扳直了，为什么乙轩的脚还在？乙轩出来，乙轩出来，乙轩的脚被固定住了。乙轩的脚被固定住了，固定了，固定了。再度获胜，欢迎子子、鲁鲁米，还有草原，还有我们芊芊。我不是 sexy， 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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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好，我们是全台最会擦地板的啦啦队，我们是我不是 sexy， 我是男子子，我是鲁鲁米，我是草原，我是芊芊。哦，可以表演一下吗？可以，来跟他们表演一下好不好？哈，这一首歌叫做 sexy。基本上，因为他们的舞蹈已经代表了全部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歌应该听起来就是啦啦队那种，对，年轻的对，充满活力。我要发动魔法卡召唤，爆发甜心，使用新的舞蹈让世界满额光华。哇！哇！哎呦，光啦！疯掉，疯掉，疯掉！恭喜成功！哎，有艾荣就搞定了嘛。OK，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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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，还快，还有领导部啊。啊，领导部，领导部，哎，还有，还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菲。菲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妮。慧妮，你好。我们以为你们不同团呢，彼此是有心结的呢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同团才有心结。今天我们的表演，我们有个团名，我们要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exy Love。OK， 看他们精彩的 Hot Girl。到底哎呦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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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h no！ 哎呦，完了，越爬越过来了，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才艺可以表演一下？可以帮我们表演吗？我才艺，我今天带来性感的舞蹈。哎呀，对，十分，我来帮你拿麦克风啊，那我们舞台就交给夏夏喽。耶！喜欢的那种男女通杀了，可爱死了啦！这个我跟你讲哈，如果那种太野艳，女生会排斥，反正女生会排斥。第一，男生你以为我们喜欢多野艳？没有，我们不喜欢这种邻家小姐姐，可爱的。哎，好，准备要给分了，来哦，一二三，冲！九点五，九点二，九点一，哇，相当的高分。所以现在是多少？93、27、27、27.8，92了，对不对？97.8，27.8，39就27了。看点，射字头上那是一把刀，你别乱的方寸啊！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拉克天的新选美。雨汉，你们好。宪哥，恐怖了。雨汉就是汉典的菜，对，因为这种小鸟依人，然后很精致，五官啊各方面，然后比例也非常好。露露不精致吗？啊，什么东西？然后露露姐不精致吗？我她粗糙吗？我没关系。她坑坑巴巴吗？不是，太多了。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心里话都讲出来，越讲越难听。吉他自弹自唱，哎，好棒，好棒，我会好好的，好棒，哎呦，谢谢，还交给雨涵。我会好。
雨涵。OK， 一二三，9.3，9.4。9.0，9.3，27.7。哎，这么加起来，第一位几分？刚刚第一位是27.8，差零点一分。今天都是这种。你说明一下，你为什么给9.0而已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只因为你不懂音乐，是个音痴。不懂就给你扣分了。我听得懂，可是我的感觉。老兵了不起吗？报告营长。单兵认为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啦啦队的话，可能我比较偏向于动态的这些才艺表演。那对，那太精彩了。近一点。那我说真的，你唱的好与不好，当然有专业的音乐人在这边。其实他唱的不错的，唱的是不错，我声音很干净，弹的也不错，脸也很讨好，而且你又是混血儿，对不对？对，混哪里？四分之一的客家。好险！有碰到，有碰到，对。爱荣全餐让大家久等了。哎，这里我好熟悉哦，我们刚去过啊，那个大热，哎，玩很大，玩很大，去他家。仙人掌，指南宫，你看最近运气不太好，他家竟然有别的男人，啊，没有，包子怎么放在地上？东西乱丢用，还有没有喝完的饮料？这就是平常艾荣直播的地方，一样很乱。辛苦了，来请这边请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这个我的伙伴啊，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一位送行者，我是要送你去露营的。现在干嘛？现在干嘛？来，我的两位伙伴，请把头套戴上，把头套戴上。好，冷静，你这样子不要挣扎，跟我们走，来。好，慢走，拜拜。来了吗？哦，来了，哦，来了，开门口，赶进来了，直接过来了是吧？小青扑，哇，哎呦喂，哎呦，我天哪！哎呦！他真的睡觉的时候直接被你拖来洗。哎，这个睡真的很猛哎。他的头套黑白没你们事了。来，他的脸，哎呦喂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他的脸真的不能看镜头，超好笑的脸。他的脸的惊悚程度跟他的心理状态是一样。OK， 我们直接来看真面目啊！一二三。哎呦！哎呦啊，头发拨一下，头发哎，可以摘面口罩，可以拿下，没有化妆，很完整哎，好，真的哦，而且皮肤很好哎，对，而且宪哥他身上香香的，香香的，哎，蛮不香的，哎，我们是评审，这个不在评判范围，谢谢三位，没有，
这没化妆哇，没化妆，认真，这真的没化妆吗？不是，我真的刚睡醒，然后被抓过来，我怎么化妆？你平常就穿这套睡觉啊？哦，对，我穿过，就是我 PO 过在 IG， 然后就是这一套这样。哦，那这一件就不要了吧？这个有需要吗？哦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会冷，太水了，会冷的，可以脱掉吗？好好睡，对吗？哎呦喂，睡相表情很害人，是真的吗？对，蛮丑的。同床的朋友吓跑。同床的？同床是什么朋友？这其实是有一个事件的，因为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拉队女生嘛，就是一群嘛，然后在外面工作，我们就会睡外面的饭店。到了隔天，他们就问我说：“你昨天是不是做了什么梦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什么意思？”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因为你昨天睡到一半的时候，然后突然转过来，然后对我们这样。”哎呀，太恐怖了吧！这是梦到什么东西？好恐怖哦！麻烦检查脸上是否有状。嗯，没有，我还看到真的很强哎，小脱皮，肿起来，因为我这几天晒太阳。哦，哎，对，有种睫毛，对对对，但是种睫毛没有种的很浓，对 ，OK。因为上次玩很大吓到，然后后来就跑回去。总结吗？对对对，上次打扰你了，还有这个不好意思。反正你已经去过他家了，对，哎呦，很熟了，很熟，我们去就不要管了。林前的房间，他的房间就在这里。一起把手，小声一点。What's this？ 你东西倒掉了是吗？辟邪用的，辟邪用的。好 ，OK。这个是咖啡咖啡杯，放正先放正。OK， 老师，三、二、一 ，play。我是美丽美丽美丽叫做李巴迪，今年31，但我表现热情，你的很年轻，三十岁就你把我的生活当我才是第一。好讨厌，好讨厌！没有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刚刚那美丽动动听的声音还没办法让你起床吗？你真的拒绝沟通吗？喂，阿龙，拒绝沟通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有办法的。朋友来，朋友来，朋友来。直接把他绑回去，直接把他绑回去，来把他滚过来。好，接下来我把他送过去，你们要抓住他。来，一二三，嗨，哎，小心，等一下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，一二三，嗨嗨嗨，快点坐好腰，快点。邻居看到这一幕会报警吧？哦，对哦 ，OK， 很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去录影。等一下，认真录影。没事没事 ，OK， 这样最好看，没关系，不穿更好看 ，OK， 这样好了，拜拜拜拜。好了，事实证明，突袭把人家带走是一个来劲的方式，这个方式会进步。来劲儿，第二现场，来来来来，车子马上要进来了，还在面团里面，他还是一个蛹啊！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太酷也很吓人的。林香，林香已经抵达现场了，扛进来，还拿麦克风，扛进来，什么画面啊？好笑，好放脚，好再放头，终于落地，对。好，一二三，哇！哎呦！
哎呀，香妹你好，哇，他是被扔出来的，口罩口罩，哎，看口罩，来，黄，哇，检查有没有化妆，没有，没有化妆，这一看就没化妆，哎呦。厉害，好厉害！我还是觉得很惊讶。你怎么从家里被这样扛出来？你好像蛮 enjoy 的，就还蛮有趣的，蛮有趣的，没有被绑架过。好厉害厉害！刚刚美丽私底下好像有一些怎么了？我想说跟照片上面，我觉得有差那么一点点。哪有啊？有比对一下。哎，他笑起来好像又没有。哎哎。啊，那就是你没笑的关系。啊，要笑笑，很来劲，笑了就很来劲，青春就是无敌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睡觉一定要把腋下抬高。对，我睡觉不能躺枕头，我一躺枕头就会睡不好，就会觉得很僵，很平。对，我一定要。哦，这样子睡好看哦，有点凹凹弯这样。哦，这样子就可以秒入睡，真的。对，只要把手两只举起来，就是这样，像这样子就可以很快就入睡。这个，那你起床的时候手不会抽筋吗？不会，这样超好睡的，因为等于你一边睡一边拉筋嘛，伸懒腰。露露，看中生产你会很气吗？我会替你很气。我有内衣代言了，可以买你那种内衣吗？他穿我的穿起来会更爆哦，会更好看。准备给他第几位？我觉得第二名是可以的，第二名是可以，可以吗？但是你不会想看艾荣到第二名，然后让他坐下来，林香坐下来收局，哎呦，然后睡着。哎呦，这个提议很好，是不是？这个果然是姐姐，那只能先坐第一了，先坐第一。好，为了观众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了，没事，小心啊，小心小心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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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了观众啊，小心小心。哦，你这个提议好，你这个提议是不是？还是姐姐厉害，那你就先第一名，先坐一下，睡姿展现一下。哇哦哦哦，哎呦！哇！天哪，这样好难录。来人啊，带上比比果果。果果嘛，你有？哎，我有钱，我有钱。先别拿奖，先别，先别，先别。他看到宪哥太熟悉了，干嘛？哎，这么冲，先不要，对呀。然后一见面就脱光了，见面就脱口罩，看口罩。知道今天来是要看素颜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是今天要来聊聊什么化妆技巧。你还会几岁了？你今年几岁？二十六，你才会相信制作单位的鬼话。好单纯，以前的真的是说什么做什么。哦，乖乖的啊，对呀，今天我们来就是要素颜的排行。素颜的排行，对，看你素颜的样子。你觉得你素颜好看吗？有自信的地方吗？皮肤吧。皮肤很好，就是好像听说比较黑的人比较不容易有痘痘，所以我就。没有坑坑巴巴，你不黑吧？没有坑坑巴巴，白白的。那有没自信的地方吗？比较觉得自己没自信，就感觉气色会不是很好。哦，当然啦，没化妆，每一个气色都很不好，就看起来会很暗沉。哦 ，OK OK， 出来了吧？怎么样？咱们有什么想问他？目前没有。那你敢让你的男朋友看你的素颜吗？是可以不用让他看到的吗？可以啊，有的可能住在一起，有的会尽量不看。没有啊，那种日本太太都是那个等老公睡觉才去卸妆的，那个才可能。对，这种事，然后老公起床之前，他要先起床化好。就是当一个努力不懈的人。对对对，真的不卸妆。然后老公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，尿完衣服了，哎，我老婆呢？但是你是哪位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在他们心目当中竟然是第一名哦，已经有排名了。对啊，这是排名，你看一下。今天要排名的人都在这，有没有看到？好感动啊！所以下跪了，所以你是第一名，没有没有。然后要对抗的有这么多人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那上面有两个啊，他们都知道是要素颜来吗？很多不知道，全部都不知道，知道吗？你看他们每个都，你看到他们两个是谁吗？林莎跟心宇啊，哎呦，刘雨欣，好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你在这个球场旁边被遇到素颜合照也 OK。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夸赞自己哎，哦对啊，超级炫耀文，没有炫耀，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广大的象迷，所以有时候工作就没有想要化妆去买吃的，哦，有时候店员可能就是象迷或者什么的，哦，在路上就被遇到，对，那他们就可能就要拍照，那我就会说好，老着耶，哦还是来者小考虑啦，哈，小考虑，但是还 OK 啦，来直接看他素颜，看看，好吧，一、二、三。
真的是嘴唇，真的，你真的是素颜吗？我咬一下嘴唇。你有偷擦什么吗？嗯，这样的口红吗？我是怕太，我最害怕的都是你这个偷擦，你是不是有偷擦？不行，偷擦，谢哥，没有，我要抹掉，我要彻底检查，额头脱外套，用那一招。谢哥，你用你的卸妆法帮他卸妆，额头卸妆，他的嘴唇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口红，帮他卸妆，我帮你卸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卸？刚刚有教我们一个，其实也会怕男生看到你素颜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去玩很大，你就好像很害怕。对，因为之前来的话，可能顶多就是可以一到就是有梳化姐姐们会帮你妆发，然后玩很大的时候是要过夜的，对，然后就大家是那个素颜，然后我想说，不知道看到我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小黑炭子？哦，对，但是好像就大家都那时候宪哥、坤达哥都没有说话，可能就看过太多人了。你哪里黑了？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球场会一直晒太阳。我们的礼貌是我们看到，但是我们也不会说。